以下这个新闻，如果不能说服你现在去买一把枪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边境一团乱，欢迎看我们下的新闻。Starting in January, a new law will go into effect in Illinois called the Safety Act. Part of it eliminates cash bail for most offenses. Today, the Winnebago County State's Attorney says around 400 inmates at the county jail will be released. Under the new law, people arrested for many criminal cases, including battery, robbery, and vehicular homicide, cannot be detained no matter the severity of the crime.Unless there is evidence, they're a flight risk, and a judge can only detain someone for murder and armed robbery if there is a real and present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这个真的是证明了你的安全是你家的事的一个报道。特别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住在一个政府在乎觉醒文化多过于民众安全的地方，民主党控制的州，伊利诺伊州签订了新的法律。在这个法律下面，所有以下的犯罪，例如蓄意破坏、抢劫、强盗、仇恨犯罪、蓄意酒驾、开车撞死人、吸毒杀人，所有关于毒品的犯罪，包括运送以及买卖芬太尼，不管犯罪的严重性，都不可以强制的扣押犯人，除非有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说这些人有严重逃跑的可能性。这个法案还叫做 Safety Act 安全法案，我是打从心里的不了解刚刚叙述的那些哪一项是安全的。这个法案就是直接在告诉那些罪犯说，你可以犯任何的罪，而且绝对不会被逮捕。各位要记得，伊利诺伊州是全美国枪支管理最严苛的，大概第八名。这个州边把犯人放出来，边告诉犯人说，你可以继续犯罪，而且不用负责，在这边跟民众说，把你抢出来。这个样子你们就变得更安全，然后再跟那些罪犯说，放心吧，你们就去做你们想做的事吧，你们不会被抓，不会被起诉，完全不会被关。我完全不懂为什么还会有人投票给民主党政治人物，他们说的很好听，为了小孩，为了学校，为了绿能，通过这些法案，黑人就会投票给他们，少数族裔就会投票给他们。但是如果说你要他们投票来增加学校的防范措施，或者是把学校真的变成一个学校，而不是左派洗脑中心，让这些小孩真的可以学到有用的技能，让他们长大之后可以找到工作，不但能提供这个社会服务，而且还可以有能力赚到足够的钱来养活一个家，不用去外面犯罪的话，简直就是要这些民主党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命。与其这样做，他们反而想要通过这样的法案，让这些罪犯可以在大街上继续犯罪，自由的犯罪，然后期待他们会出庭。因为同一个法案，当罪犯不出庭时，法官将无法签订拘捕令，法院必须再度发出通知，让嫌犯了解他下一次的出庭日。直到双方都了解出庭日的时间跟日期，嫌犯还是不出庭时，法官才能发布拘捕令。你可以说这个很蠢，很智障，怎么会有这种事啊？这个并不是一个阴谋论，这个就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想要这个社会变得越乱越好，治安变得越差越好，而且夺取守法公民保护自己的能力。一个好的社会，他们就无法骗取选票，所以他们才要创造出一个病态的社会。这边可以看到，与其当一个守法的公民，透过合法的方式，在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下，经过正当训练而持有枪支，还不如当一个职业罪犯。当职业罪犯，他们还不会起诉你、逮捕你。但是当你是一个合法持枪的，经过政府的正当程序，他们反而会找联邦的警察来骚扰你、逮捕你，说你是国内恐怖分子。因为政府想要迫害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杀鸡儆猴，让其他守法的公民都不敢做明明是合法的事情。左派就是想要用罪犯来控制守法的公民，只要这些罪犯攻击的不是政府，他们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在做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帮助政府来夺取更多的权利。